今天我们来做悬浮漂流瓶，一直飘着非常有趣。拿个透明的瓶子，往里面加入半瓶水半瓶油，在家里做用炒菜的油就可以了。加入水溶性的颜料把水染色，这样可以明显的看到它们的分层哦。下面代表水，上面代表天空。选择性的加入散粉装饰物，当然也可以不加。把愿望写在纸条上，贴上透明胶做一下防水，卷起来绑上绳子放入瓶子里面，盖上盖子就做好了。发现了吗？咱们的愿望一直是悬浮在中间哦，就好像是漂流瓶浮在水面上一样的感觉。不管你怎么样玩，怎么样摇晃它，它都坚强的浮在中间。悬浮漂流瓶，希望能给你带去好运哦。